whole life.喂，你聽唔聽到？你叻唔叻啊？會唔會好叻啊？我個 live 應該唔使睇啊，我懶得打嗰啲字。你睇下嚇。你睇下，你睇下，幫我睇下。叫咩名 ？Lucas。啊，진짜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啊，방금방금그태국에서그팬사인회그리고그거끝났어요너무너무좋아진짜아태국팬들이너무보칭좋아아오케이문물렉아뭐야보칭좋아오케이非常之清楚非常之오케이어어진짜너무좋아요그리고어솔직히방금더얘기하고싶은데팬들이근데진짜어왜딴딴아뭐어허야무슨말했는지모르겠어오케이몇시야그거왜울려응그래서허이무슨허예무허자다다니생네아我觉得허이무슨허무허야你不如你过来啊啊你过来一齐哇我咪更加睇唔清 So how are you?I'm good. I'm so good. Yeah. Baby, 너무너무좋아요활동같이 Hi, what's up, guys? It's me, Henry. Yeah. We just did a fan sign today, and we're really happy to be in Thailand. Yeah, we're so happy. Love you guys so much. Yeah, we love Thailand so much. Thailand is very.Hot city? Yeah, it's a hot city. It's a hot city. So... But do you know the reason? Yeah, why? Because Wei Zhen, they make us hot! Wow! Wow, 진짜그리고어제팬미팅할때도너무너무좋아요너무와진짜我们从来没有就是怎么说就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对就是因为我们跟他们的语言不通嘛嗯但是呢他们呢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可能我们平常在国内弄的时候呢就是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想说的可以说到就是可以就是给他们那个信息但是在泰国呢我们可能信息不灵通对就是不好但是呢我感觉我们未必都可以收到就是泰国粉丝的那种爱这给我们的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哇太厉害了我觉得反而其实跟什么就是我觉得没有分就是哪里对哪里就是啊其实我旭旭的意思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也有很紧张就是说实话只有 Pan 哥会讲泰文就是很流利嘛你也会但不是特别流利嘛对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办有时候想去跟粉丝沟通有这个担心、嗯、然后后来还是感觉到原来是有这个心在其实大家都能感得到有时候无需语言对所以就好像在我们国内表演一样就是其实没有障碍其实不管就是没有国界就是不管你在哪里哪个地方哪个城市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特别有那个心在那里。对，就是我觉得原来哇，真的就是不用语言呢、啊，你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爱，就是行为上面，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我也学习了很多东西。其实就是这一次来到泰国，然后对啊，我们真的非常兴奋。说实话，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胖了？你就没有停过？솔직히좀살렸어요솔직히왜냐면되게많이먹었어요태국와서어인정어왜냐면여기스태프분들계속한시간거의한시간두시간지나면또우리밥줘요계속밥줘요그래서저진짜저원래태국와오면진짜계속먹을거같아요진짜계속먹어요안배불러요저는계속먹을수있어요맛있어서와저진짜너무많이먹었어요지금그날첫번날지금까지그래서이따가도어또가서어디어또맛있는거먹어야돼맛있는거먹어야돼我们刚刚才结束 fan meeting 嘛，才连续表演完两场嘛。对，虽然说是刚结束，但是我们已经又开始期待下一场了。对，我们的下一场在哪里呢？我们下一场在深圳呢。哇啊，是吗？啊，不是深圳先吗？啊，首尔先。首尔啊，首尔，首尔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对，哎，还剩多少天来着？还剩多少天啊？还剩多少天啊？22号。因为我们最近啊，已经没有看这个时间的概念。对，就是我们就是专注去，就是努力工作嘛。그이일은열심히해야돼요그래서우리시간이안왔어요그래서지금무슨날인지모르겠어요지금아마12월인가어이번달왜有人说想我们싱가포응매니저형오싱가포저진짜너무좋은데네有粉丝说能不能去싱가포开 fan meeting 좋아요어생각해볼게요여러분어저진짜생각하고너무좋아요어저진짜사줬어요어머니没关系你要胖一点点才好看对到了然后我们真的非常开心这一次 VV 真的안녕저는독자입니다안녕안녕拜拜바바바바바바오늘밤에할게요다시